今天继续开箱前面介绍的卡组，爆发拉萨。个人觉得虽然强度没有 T1 卡组爆炸，但是实在是娱乐性拉满。我就喜欢好玩的卡组。这次的爆发萨不是挨打那种，而是在控制的基础上外挂了爆发组件。赶紧试试。Rastakhan 对阵赛，我冷若冰霜，我来这里考察的。这起手不错。现在 DK 多种多样，有彩虹，有三红，还有二蓝一绿的。但是感觉彩虹比较全面一点。冻得受不了吗？再来一炮！加速！非常好。爆发组件都到齐了，苦心双刃渴望着鲜血，剧本写好了，五费萨德木克，六费爆发，七费巨鹰。不知道对面能否按我的剧本走。塞了15张，舒服了。在这座小镇点上一把火。盾面还解不掉，那我不做人了。爆发一张全场打六，妈耶！对面傻眼了，难道这就是教科书般的亵渎吗？可以全解了，但是我牌库里面都是炸弹。抽五张对面就炸了，加倍加倍，蓝巨魔受罪。末日终于降临了，疯狂，我怕你触底喷屎。不下奇利亚斯，再说与我那雷霆之威，这大海洋的力量。人人都有的享受，那是因为我。你收获了勇士的折磨。原来是宇宙彩虹多系 DK。接着请大家欣赏烟花秀。死亡的感觉真好。才放了四下，还少一下。
生命的残迹。我的鲜血献给巫妖王。随便赢怎么输？继续我们的烟花表演。你会死在我的法术下。我来这里考察的。只需一瓶包治百病。不知道这局能不能有烟花表演。这么针对吗？晴空一片，万里无云。我帮你修一修。看来有希望可以爆发一波了。你收获了勇士的折磨。舒服了。人人都有的享受，那是因为我。这么快就忍不住爆发了。怎么跑了？不给爽是吧？当然也不一定把把可以放烟花。和平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我来这里考察的。只需一瓶，包治百病。我加注。你认输。带着根硬币的应该是复古的大法术法。再来一瓶。你的手续都填了。对面要启动了。传送门后面就是天堂。法师砍人啊。大姐，怎么你还有这种 combo？ 感受苍穹的愤怒！人人都有的享受，那是因为我。
100%外域黄金。转职成为近战法师了是吧？那我就掏出近战克星，上奇利亚斯，放下包袱，随人喷，赢了。拉斯塔坎对阵鲁纳拉，新的歌曲在此唱响。我来这里考察的，我是来找茬的，不是来考察的。法强德，劣势对局。驻足欣赏，品味花香。一瓶。加倍，加倍，玩具要受罪。牌库就三张五费以上法术。疯狂叠甲，你在召唤，你在召唤。法强德都带奇利亚斯了吗？你在召唤！您现在办理入住吗？好久没见到机关枪了。没死，不好意思。保持警惕，孩子，危险。我要奇利亚斯，吸一波。一点都不疼。人人都有的享受，那是因为我。抽的都是些啥？正好我也要吸血。我的手排满了，火日终于降临了。
换掉。我们先受你的教诲。谢谢哦。他听到了我们的恳求。尿不尽的感觉，哩哩啦啦的。爆发煞强度不是爆炸，但是娱乐性拉满。对阵快攻叠甲，遇到控制打爆发。开箱测评4颗星。